耶、yeah, 谢谢社长带我小朋友暑假出来玩，来溜溜溜溜小孩。然后呢，来，你要跟我对话。我们刚刚原本已经要收工了，我刚刚就瞄到这个，这个就是我的回忆耶，我的童年回忆，电子机。哎，大家有玩过吗？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很想养宠物，然后我妈不给我养，她就买这个敷衍我，然后买了好多只哦，因为每玩一只就被我玩坏。然后我刚刚看到说，它怎么有这么大台的？这大台是要干嘛？我没有看过这么大。大台的哈，就是当时啊，他们推出这种红外线的电子机，有没有？为了要推广这个新的二代机哈，这个机都有这个红外线接收器跟这个那个天线，就为了这一个要销售，所以在商店摆了这种两种这个大的鸡蛋。我买了发现不对啊，这怎么玩呢？所以我又去研究了，我才发现原来它有房子。哦，那这房子呢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？我找了比如说二三十张这个原档，不是原档，就是以前人拍的包装档，我一个一个把它截图之后打字打出来，拼出来的。对，那这个是什么用途呢？就是 Game Center 吧，你在这里可以玩一些小游戏哈，比如说你按一下，就可以跳出这个小游戏哦。它有小游戏有四五种，那你可能也不知道是哪一种，那只要你玩习惯了，哦 A 跟 B 这样，那这个是拼图嘛哈，比如说按一下，再按一下，哦，好像这没有连上了，哦，这没有连上。如果有连上的话，就会出现点数哦，这是失败的画面。如果有点数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跟这个对应，获得点数之后来这个，对，啊，我有对应过，真可以。你可能就获得了一个什么小鱿鱼，对，像这个啊，这个是。这个叫 market 嘛，他妈 market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哦，你选你的蛋的种类是黑或白哦，或者是什么一个商店的概念。对，你可以在这边买。那你要想，你看我会买鱼嘛，买这个特殊的厨师料理好物啊，什么什么，我就可以进去哎，两千哦，要2000点你就可以买这个，好酷哦，要这个好贵哦，这2000。那买了之后，你的这个。蛋呢，就会出现这一个食物，在那个时代有变动的内容是非常的令人，小孩子兴奋的感觉，是啊，所以这个是一间那种算是以前的科技的一个结果，这样。哎，不得了，你有吗？男生有玩过吗？男生是后来有出什么怪兽，对，那种电子怪兽也是这个。哎，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出？还在做？还有？不是。现在的哈全彩可上网，蛋特别大颗，是哈，啊，还有出很多什么外套，他的衣服，这是完全否现代人玩的电子机，啊，那动画也是 3D 的这样，对，对，这 Sega 系列厉害在哦 ，Sega 很喜欢做一些扩充的东西，啊，像这个就是这个音速小子。哦，这个是资料片，资料片并不是卡夹哦。哦，那为什么我要出一个资料片？因为你有没有看到它是红色这个角色？对，你音速小子一二三代啊，是并没有这个角色的。对，你可以把一二三代的卡夹，你看哦，这样打开，哦，把卡夹装上去。然后帮他装上就有红色的角色了。哦，是啊，对，这个三代就把它插到这边。哎，欸，哦，这三代还没是有红色的嘛？哦，可是你进去玩是没有这只啊。哦，插进去，
然后再去插主机。对，好安呢，有没有啊？我以前的很喜欢做这种设计，然后它就有这个动物了。对，现在当然是你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都可以。对，可是你要想以前那个资讯量不够，它必须要这么做。为了一个假设，再发一个卡带。对， okay. 有哎、欸，然后有了，这就是资料片啊，所以我们称呼这个叫做资料片，对吧、啊？那这个墙面就是比较特别，后来才做的这个 Sega 墙 ，Sega 的这个封面其实做得很漂亮，对，你有注意看，就是它每个都像海报一样，对，尺寸比例一样，对，可是那样卡夹很像啊，并不像海报。可是 Sega 因为它这个比例很像海报，所以它的把它做当海报在做，所以它 Sega 的卡带收藏就价值比较好，价值比较好，就是这样。再来就是稀有嘛，对啊，少嘛，少就没有用。难怪我去日本看的时候，他们 Sega 卡带特别贵。对啊，你看这个有没有 Sega 一样？好，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台东苏老板这边来参观他的游戏间，然后现在今年又多了不少新的玩具。没错，说不定我们哪一天再来，哦，整个又不一样了。会不会苏老板哪一天又多买了一些新的玩具呢？感觉会，很多收藏，很多厉害的东东应该还没有拿出来。我明年再来一次，然后新的创作还没有放上去。毕竟这个地方就是让人想一来再来，是啊、就下次整个又换了。哦，那都被用坏了，要更新。对，被玩坏了，对吧？啊，换一台新的，就被我这种手残党玩坏。哎，好，那我们明年再来看看苏老板有没有什么新的玩具登场。好的，好，期待，拜拜，期待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你看这里有自录，没有要看，没有看，没有要看，没有要看，有我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拜拜，拜拜。翻别页，不想翻了是吧？好，拜拜。啊，是这个梳头发。阿姨，漂亮的吗？漂亮，自己剪。啊、哪里？漂亮。哪里啊？哪里有漂亮？